旧、婚姻庆典、生儿育女都是喜事，其中又以婚姻为最，堪称是喜上加喜。因此，金玉堂特地请来了15对新人，为红花瓷新酒命名做个见证。希望从今以后，只要在喜宴上就能看到红花瓷酒，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也是啊，上回就是这位小姐帮我们扶了金玉堂的牌匾，看起来这个小姐，哎，和咱们金玉堂还真有缘分呐。现在有请我们金玉堂的营销总监刘彩凡小姐上台。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今天的新人。同时呢，也有请我们新品酒红花瓷命名人张涵燕小姐上台。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品酒红花瓷的命名人张涵燕小姐。哎，韩燕不是去领奖金吗？怎么当起新娘了？高个帅哥，你要是乐意的话，我也可以做你的新娘子啊。你不就买了帅哥两根玉米就想当他新娘子？没门！帅哥，你等一下卖完玉米跟我去约会好不好？我跟你说啊，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是我先看到他的。你先看到他又怎么样啊？我也看上他了。好好好，别吵别吵别吵了，跟我去约会好不好？你的玉米好了。谢谢啊。我们要恭喜张涵燕小姐从那么多的竞争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拿到了我们的大奖。接下来我们有请金玉堂的第三代传人刘敬诚先生和汤慧敏女士为我们颁奖。你来吧。谢谢。张小姐，你真的好漂亮。汤女士，你也很漂亮啊。你是富贵中透着大气，我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像您一样有气质呢。你看看啊啊，玉萍啊，你看看这么多衣服，喜欢哪一件啊？这个哦，这三件都喜欢啊。好，妈妈给你买啊。玉萍啊，一会儿爸爸妈妈要出去喝喜酒，你们俩就在家好好待着，哪儿也别去，听到没有？我知道，那你们要早点回来。还有，我要巧克力，我要有包裹人的。我喜欢巧克力，妈妈买给我。好，妈妈回来给你买好多好多啊。嗯，来亲一下。玉萍，你是玉萍吧？妈终于找到你了。玉萍，玉萍，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玉萍，玉萍啊，妈，玉萍，汤女士，你是不是认错人了？玉萍，妈找你找得好苦啊。